Hey, big family, it'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. I love Beijing as much as anyone else,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et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big city. And when I need to do that, I come to the park and meditate. You know, meditation's really cool and all, but it's just not working for me. It's too quiet. I need some noise. So let's go to the temple. Temple bar, that is. Music 在我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，就是会有一些空间想象。我不太懂一些音乐理论的东西，我只是有自己的一种感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WHAI，我是主唱、吉他还有键盘，张威。我是程中，WHAI乐队的贝斯手，来自宁夏银川。大家好，我是WHAI乐队的鼓手刘淼。我是WHAI乐队鼓手王冠奇。在90年代，在银川玩音乐的、玩摇滚音乐的人不多，然后很难找到合适的乐手，然后那时候开始对这个世界比较感兴趣。如果你要去别的地方，可能先要来到北京。我跟主唱是2007年雪山音乐节，我很小我就知道他，他在银川。玩乐队，我呢喜欢，但没有玩过画画，一直画画来北京上学。我也是宁夏人，跟张威还有陈忠一样，我们都从宁夏银川来的。我跟陈忠小学的时候是同学，然后我跟张威是98年认识，很小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可能15岁、14岁。在酒吧，我主要负责那边的演出啊，那边弄什么，然后他们正好来我这儿演出，然后我们就那会儿他们正好说是缺一个鼓手，就正好说一起玩一玩，排排练，正好在我们那个酒吧排练，方便。学的油画。最后回银川，想跟他们去云南玩，认识了张威，然后一见他就感觉挺奇怪的一个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人。宁夏是沙漠当中的绿洲，是西部的江南水乡，差不多这样，很舒服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也有古代的长城，有沙漠，然后也有那种大山什么的，黄河流过的地方。听花儿呀，什么就是，还有陕北，离陕北也近，能听到很多不一样的那种唱歌的方式。这些会从小就影响我们。
首歌，叫《中国》。原因是它里面有，一直在重复的一段旋律，让我想到，生活的这个国家，特别特别躁动的部分，也有特别优美的地方，感觉非常好。打鼓很多年了，从小就打了。对，因为我是北京人，然后所以还有我父亲也是搞音乐，也是做音乐的，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是受到家庭的影响了。我以前的一个女朋友，她是做英语文学，她是苏格兰人，然后她创造了这个词，然后有一点为什么的意思，把它用苏格兰的口音发音出来。